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工商秘。今天呢，我就要从马六甲去加薪了，因为呢 MCO 的关系呢，所以现在呢哪里都是 Ruble， 而且不能跨线，所以如果我要从马六甲中心呢去加薪呢，是需要另外申请的。还好我已经申请到了，这个是我申请的 letter， 所以呢我现在呢可以跨线了。但是呢我现在呢就要去加薪，你可以看一下呢，到底马六甲呢去加薪呢会经过哪一个路步，是不是安全的 ？OK。